影响你运气的三个小动作，特别是第三个。第一个动作，抖腿。有句古话叫人摇必穷，树摇叶落，喜欢抖腿的人可能是肾精不足，这种人常常虚火旺盛，容易发火，不理智，所以事业难成。第二个动作，叹气。有的人常常有事没事就莫名其妙的叹气，古人说一叹穷三年，为什么人会叹气呢？可能是因为肝气郁结，所以爱叹气的人做事的时候常常会魄力不足。第三个最重要，走路的时候脚后跟不着地，像麻雀一样跳着走，古人管这个叫做蛇行雀步，这种人做事不稳重，常常喜欢投机取巧，不喜欢脚踏实地，所以如果身上有这三个小动作，一定要把它改掉。影响你运气